紧困啊，目睭开开。啊，有啥物话，咱困起来了后再去讲。等。你坐落来。阿妈，歹势哦，我是无咧做陪睡服务的。志兴啊，你老实甲阿妈讲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有啦，我是咧想讲，当我咧客厅的时阵哦，看你啊戏啦，啊倒眠床哦，你搁困袂？我咧想讲，后盖我老啊，敢像像伊安尼？我甲你讲真的啦，你若伊讲你怪怪啦，啊有诶代志吼记袂清楚，啊态度嘛变到有较轻浮，啊小可无正经啦。我是想讲，你是毋是有啥物烦恼？啊，无想要予人知影，才超过伊表现了安尼哈。无啊。真实嘞。真实啊，就真正无啊。啊，其实我嘛毋知讲为啥恁大家要安尼想，要安尼讲。我做我家己啊。啊，恁大家嘛知影讲吼，我的头有受伤过。啊，这受伤吼对我造成啥物影响，其实我家己嘛毋知。所以我就认为我家己做正常。安尼就好啦。自细汉吼，阿嬷都常听你啦。你有啥物代志，拢会甲我讲，毋免硬压压。夜会走了后，你著四界咧出差，去倒拢一个人。你毋通一个人孤单惯死啊，甲心事拢吞腹内，安尼颠倒会互人烦恼哦。嘿，志兴。这个手环吼，你真要紧。啊，拄看到的时吼，我无啥好看啦。这么挂久啊吼，我感觉未歹。你伫倒位买啊？我是人手头收的啦。这人挂过哦，无挂无亲像是新的。这是我为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大人也收过来。啊，原本想讲嘛，摕去缓缓的才好哩。啊，哪知影讲啉酒啊，沉沉的无说伊落出来，但是一句来一句去哦，无甲你挂起拢袂用的。啊，无你摕去缓缓的才摕给我。啊，唔免啊。我感觉这玉环安尼哦，古古安尼看会较好看啦。还是讲哦，临工我也要摕去缓缓的哦，啊，你才用我啦。啊？啊不，啊我意思讲，你才摕给我啦。好啊，好啊，莫讲啊，甲你讲话讲到我嘴大，紧滚紧，好。好啦。德兴，你这礼拜有要回来无？阿妈足想你的哦。必然讲你伫外口发展了袂歹，嘛唔知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有闲。爱回来给阿嬷看一下，你的小妹状况也会使，你莫一定有着手术费，早总爱回来厝哦。业界阿嬷已经平安无代志啊，我嘛救过伊的命啊，我甲摕几条金条，这应该嘛讲会得过哦，而且无担心哦。我替我有够用的条款。你伫咧创啥？嘘！想袂到阿嬷房间内面竟然有壁虎呢！啊，壁虎是待宰啊！就代表讲啊，阿妈唱袂少山腔。你安尼哦，较像撇好啦。